今天已经氪了应该有5、6千了，主要是想前期玩爽一些，准备去开卡，花648买一个恶魔，好吧，抽一点吧，抽一点，充一个648，召唤一次，直接给紫卡，就2.41%的几率，十级大冒险加了就。我们今天氪金之旅还没有完成，还是差一点点。我这里我们这几个英雄太脆了，哎，我看一下，给芈月升。升到了41级，艾斯特瑞达现在也是特别的脆，所以把它升到41级。接下来再给卢修斯升级，哇，差一点点就升到60级了。然后他解锁了一个这个攻，这个是治愈，对最虚弱的友方造成攻击两倍的治疗效果，并且提升他的防御力5秒钟。卢修斯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辅助。哇塞，15块，哎，这个是水晶祭司是什么？生命精华，哇，生命精华可以用来解锁这个英雄槽位，到时候我们可以去解锁一下。然后这里是，又是10块钱，共鸣水晶，这个解锁一个槽位是需要，哦，200的这个东西，OK，或者是花80块钱，我们这个慢慢解锁，不着急，主题只落后 C 十级左右最好，现在不着急，现在我们就。把这个升下去，还差一点点，可惜。米瑞尔换一下这个装备，再试一下。它有的时候这个游戏机制是这样子的，就是有时候你相同的阵型打同样一关，你有可能多打几次它就过了，然后有可能你再随便换一下这个他们的位置，也可能就打过了。这个你多尝试，然后就会有新的发现。有人说女骑没有用，但是目前来说，它最主要是能够凑一个这个阵容的这个 buff，它多10%的攻击和生命，就是挺给力的。剩下的把它换什么好呢？把它换这个女妖吗？女妖其实也可以换，女妖其实现在和它一样都是紫加，属性其实差不多。女妖的话就是它是，挺肉的一个东西，只不过氪了多少？氪了3000块钱不到吧。换花仙子，先不用换，现在先不用换，真的，这个花仙子暂时不换。我想看一下，女妖其实技能好用，哎，有个好友，暂时先等一等，女妖141之后好用，是的，女妖到时候再升，没有问题。继续挑战吧。哇，他这是什么妖怪啊？刚才一直在回血，回血太变态了。这是叫做什么？哇，这个牛头人太给力了吧，太顶了吧！但是我都没有放到这个幸运卡里面去。这个家伙，我刚才一直在回血，好肉啊！
哇，这里打过去了。来，我们试着提升一下。直播镶金抽看，没懂什么意思啊？这里给卢修斯升一下。他解锁一个这个新的技能，哎呀，这东西还不够，还差了一丢丢。我们先去爬一下这个王座之塔。这个王座之塔爬着爬着，它就会让你有一个这个诱人的氪金礼包出来，叫做限时活动，没王女仆，自己的英雄都脆的离谱。刚才还看到有人说，有人第六天才玩到这个关卡，好惨啊！我尽量把关卡打到后面一点，然后有限时礼包的话，我就先氪了。在挑战的时候，你们可以看到这里有战力的对比。我们现在战力是42000，他们是18000。我们现在应该可以越战，打个60000战力的应该不成问题。这里有两个东西要说，就是我们到第五十层，打通第五十层的时候，它会跳那个礼包。然后这里的话，刚才是有一些这个头像，这个头像是咱们的这个好友他打到了这里啊，或者说这个本服的这个玩家他打到了这里，然后我们就能看到哪个玩家打到了哪里，
大概是这样子。然后排名第一的，天呐，已经打到了89层。这个呵呵，看一下他多少战力，他69K。然后他是，哇，哇哇，女仆，哇，这三个已经齐了呀！我的天呐，然后全都哇100级的这个芈月儿精英有了加，随心哇，所欲的施展魔法了那么呢。屌吗？这大佬比我厉害，不是我们公会的。哇，这大佬好牛啊！我们继续打魔族之塔，先打到50。好的，终于来到了第50层，所有的妖怪都是60级，那我们肯定是轻松打过了。哇，后面三个芈月儿，好的，他每次都给3块钱、6块钱的，然后还给了，哇，这次给了10个随机灵魂石。OK，来了，超值700%的礼包，2小时后礼包消失。这个328，哇，给4个这个灵魂石，还给了一个这个圣殿加链加连加，这是给谁用的？哦，这三个英雄都可以用啊，哇，好给力，好顶！这个328，买吧买吧买吧，买吧，这个是比较划算的328，这个应该是毋庸置疑的。我们准备去开卡，希望给我个女仆吧，来吧，现在有317个，一共可以开5个，一个一个开吧，哦，咱勤俭持家。哇，恶魔，哇，又是这个，又是这个，这个我已经打开过了，哇，怎么又是这个？我有毒吧？我靠，那么顶！太牛了，牛掰吧！哇，这个是谁？这好像已经抽到过一次，今天这个抽到过，我还开了。这个恶魔那么好抽吗？再来一个。啊，这个紫色的，这个叫啥？祸根，紫色祸根，要你何用？哇，小牛大人，重新保，哎呀，别再给我这个呀！这个游戏上瘾了吧？这个是谁？这个是不知道是谁哎。莎莉丝花语森林，这个是绿蚁家族的，但是绿蚁家族的这个我一点都不熟悉。完了完了，这次运气太差了，抽两个垃圾。OK，来来来。酒馆走起，酒馆，来，
这俩是吧？给我个女仆谢谢。该翻篇了，该翻一个子了了。感觉比火女前期好用一些，火女就前期就很顶了。别介吧，这个太不够意思，太不给面子了，都不给一个子的。我大哥，哦，还有最后一个给了个子的，哇，这是给了个小羊，小羊还可以啊，小羊其实还可以的，它是一个强力的奶，就奶起来很夸张的那种，哇，这个还算可以，还算能接受，好吧，这24不是特别的亏。这个的话。这个恶魔已经可以进化了呀，绿三表之一，哇，绿三表，这个名字听着就很棒，哇，我现在已经有一个紫加的恶魔了，太夸张了。正义的荣光将庇佑所有真正的勇士。这个为什么不能灵魂共鸣？这些都不能灵魂共鸣。女奇幻恶魔，我不知道这个恶魔它到底有多点，一键进化。这个没有问题，都没有问题。OK， 智能进阶，应该全都可以进阶的，这些蓝色的全都可以进阶，没有问题。恶魔换女骑，猴子放后面。OK， 恶魔换女骑，来试一下。大招直接吞人，我试一试，我抽到那么宝贵的恶魔还没有试过，多可惜。这个恶魔很肉很顶的，我们先看一下他的技能吧。这个是当生命值高于50时免疫控制效果，使用必杀技时吞食一名敌人直至能量耗尽，吞食期间每秒消耗70能量点，并且使他失去70%攻击力的生命值。哇，这个很顶。记得这个先升下级，好吧，先升下级，不然这个都还没解锁、啊、哇，等一下，这个吞下来给猴子吧。这个装备智能进阶没有？哇，你们这个延迟有点高呀。来，先升级。那些蓝卡都可以智能进阶的。好，这个也升到了41级，看一下他的这个技能，这个是2级，尝试击倒一名敌人，成功击倒后对他造成伤害，最后一级还造成更多伤害，然后每次还回复一定的这个生命值。哇，这个一定是超肉，然后自身可以获得一个抵御10%最大生命值伤害的一个护盾，持续7秒，对前方一定范围内造成这个生命值的伤害。我感觉有点像魔物多的感觉。战斗开始最大生命值增加80%，并且保持生命值100%不变。前期不要升级装备，最多给金装备升1级左右。OK， 好的好的，之后就不升级了，好吧？这个技能我没有看懂。生命值比例越高，防御力越高。最大生命值增加80%。对，增加的血量会缓慢失去。这样子，然后我想想，这个先升的，呀，这差一点点，我们来领取一下这个挂机的奖励。没搞个凤凰开局号，这个就是没有呀，这个无所谓，问题不大。来吧，圣光之盾，圣光之盾，哇，这个61级解锁了，举起盾牌持续5秒，期间免疫控制，哇塞，把盾牌举起来，它就贼肉。哎，就是这样一个道理。然后之后给这个升级吧，这个是树，哦，这个是破绽免灾，这不让它变得更肉一些。前期顶，后面烧钱。OK， 反正恶魔卡大家基本上不会去用它，是因为前面的话它就可能只有一张紫卡，但是后面还有好多高品质的，比如说金卡，还有红卡，还有白卡，这些进阶可以一路进阶下去。这个恶魔进阶很难很难的。
凤凰没得也没有办法强求了，主要是这个没有办法强求。哇，我们怎么已经到这个大冒险家九级了？哇，领两件装备，金的装备我们再升一级，好吧？听大佬的话。哇，大佬熬夜看我视频，我们当然要听人家的话了。开一个，这是谁？大哥没见过你啊，无所谓，还行。来来来，换一下这个装备。猴子，俺老孙，我是侍奉圣光之人。我是侍奉圣光之人，我是侍奉圣光之人。哎，图鉴，图鉴领取下我们。呀，这个就是到这儿会有些卡，连声音一起卡。哦，就这家伙，我这个模拟器玩的分辨率开得太高了。这个应该是狗粮的啊。哦，攻略看来的，哇，有个230万战力的，可以可以，我的好友位满了，这都在线的，这个3小时前，咱们找一个最菜的踢了吧，我就是保持一个好友位的空位，先往，呀，还是不踢了，我先等等吧，这些先不要随便踢，凯旋风飞，这个是已经到了8-5了，上野。这就是另外一个人，然后这是120级了，这是绿三宝那家伙，奖励，所谓通过第七章的家伙，你贼大胆好吧？太大胆了。然后我记得活动里面，等一下，好友位暂时没有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我记得有一个限时活动的，哎，就是这个月度限量礼包，哦，这是3月份的限量礼包，然后他。再过，他8点钟就刷新，这个月度我们，哇，他限购4次，我们冲一个这个648吧，因为他有个这个你知道吗？种子卡单抽券，我觉得很可能就把女仆抽回来了，我觉得这个是很爽的，很爽很爽的，这个每个月都有，对，我每个月都可以抽一点，这个无所谓，抽一点吧，抽一点。冲一个648，先冲一个试试。哇，这个月度还没有完成，就是马上就要到4月份了。这尽管现在已经是4月1号了。哦，先祝大家愚人节快乐，好吧？今天已经是4月1号了，其他毕竟亏，这个是相对来说不那么特别亏的啊。其实他也很亏了，但是相对来说没那么特别亏了。来来来来。来来，去抽抽抽卡抽卡，来吧！我团团可是官方指定的唯一锦鲤哦。来来来，我们这个没有问题。来吧，来吧，我的女仆，是不是要来了？不是，怎么一个都没有？我靠，难受了，难受了，给两个子。哇，给了一个子，还凑合。哇，又给一个光盾。我的天，我的天！来，先抽一个这个吧，抽一个这个。先上 DJ。心愿单，哦，这个也可以。来个耀光帝国的，点团团让他哭3下。战力31M，我是不可以会蹭狗。吃哦，亏这个的。也可以，这个其实还行的，福克斯。来来来。这个还凑合，送葬者以后会有用，但其实我主要是想前期玩爽一些，其实无所谓。这个为什么会给？点哭3下，哦，我错了还不行，就是这个点哭了，然后再抽，再快速翻卡，哇，就直接来了个紫的，这个是小兔，小兔也是我心愿单里的一个人，这个其实还凑合。但也不是特别好，我想要抽那啥，来来来来，这时候可以换猴子，没有凤凰的时候，OK，换不换无所谓。把他摁哭，哦，把团团点哭。
我摁不动了，他一直不哭，我的天呐。啊，点不了。我再抽一次，我要开一个这个没有紫卡的，你知道吧？开一个没有紫卡的，然后再去开这个种族卡。OK， 都没有紫卡。OK， 去开一个种族卡。OK， 种族卡是连抽，来吧，小牛保佑我。哇，怎么这个也没有？我靠！皇家牧师，这是垃圾！哇，我难受了，吟游诗人安吉洛，我靠，我好难受！皇家卫兵，皇家牧师，我靠！鱼儿，我好难受！皇家卫兵。七波飞球了，七波最后来一个，分开计算的 ，OK， 这个是，这个是什么给的？反正这个就是可以召唤一次，哇，直接给紫卡，这 2.41% 的几率，哇，这个老头是我心愿单里的，第一次抽到，卢米苏，出紫再换。OK， 最好出紫再换，我懂了。哦，我就是应该忍一手的。我觉得再来抽一次吧，补偿我，快点儿！刚才没有抽到，不行 ，Come on， 这又没有抽到，凡人，渐进化。哇，这三个是可以进化到紫加的。欧皇寿命极短，我寿命极短，人家都说了我寿命极短啊，获得280个英雄，好夸张啊！悬赏，这个暂时先不做吧，这个、就是刚才 VIP 多了之后解锁的，然后待会儿我们是不是可以花5块钱做一下这个刷新？这个刷新之后再做，不然的话就得重新再等1小时。或者先一键派遣。我想想，我们现在这个阵容，哎，这个是可以强化的。我有好多卢修斯哦，我发现。我这个应该可以把这个吞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把这个吞了，然后就变成一张红卡了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可能会有点太仓促了。这亚瑟好像不用先急着弄红卡吧？直播到今天的任务完成，然后先把这个继续强化。啊，升错了，升错也升吧，升到61级。我不确定是用甲子，还差一个。这只升到了47级，如果这个也升到61级，大神就可以升到81级了。来。接下来继续去打这里的首领，然后去爬塔。我是克老，不是林冲。吃了变金家。OK OK。比起光盾变红。如果咱们能够先让这个罗万变红，应该会更厉害，对不对？这里我竟然把埃斯特瑞达上了，这个埃斯特瑞达要下的，换一个恶魔，然后你们说这个恶魔放前面，猴子放后面。哇，这个人被吞了，好惨。哇，那这样的话，玩的时间每关等的时间就更长了。这个人吞下去之后要等好长时间，之后升级变成金卡，不是变成红卡。我刚刚是不是说错了？这个紫卡再升级会变成金，金再往上才是传说的红卡，然后再往上才能变白。
大家看一下，我们现在是四种族加上一个恶魔，然后这个恶魔的话能够增加30%的防御，所以现在大家变得很肉。现在也可以金加了，但是先等等，我今天卡还没有抽完呢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氪金之旅还没有完成，因为我就在犹豫这个月卡的礼包，每月限购的这个东西要买满，知道吧？还有4小时呢，我们慢慢的决定，好吧？啊，这个也是四天四小时啊，这个是4天4小时，那这个呢？哇，每日的这个是4小时之后就没了。这个是绿翼的，稀有的绿翼卡，我其实无所谓，这些感觉应该还是蛮顶的。贞子最好先别吞，后期打种子它有用，是这样的道理。后面还有一个种族塔就是王座之塔周围。会有就是王座之塔，还有一些这个种子里面，到时候会解锁一些这个种族塔。种族塔的话，就是比如说帝国，不是光耀帝国，他就只能用光耀帝国的这个角色，这个是半神和恶魔的卡都不能用，只能用光耀的，只能用耀光的。到时候就是需要你很多各种各样的种族卡才行。月限购拉满，我的天哪，月限购拉满是不是有点恐怖？酸一波。你们机器人啊，我跟你们说有毒。4500小豆币换双子，有人告诉我这个双子前面一酒是免费送的，哎，我就很难受。他说我，哎，到下一章了，第五章结束了，直接到第六章，满血领地，哇，第八章都有人来了，哇，你过分了呀，大哥，54级，大哥，你怎么54级了？我才21级，哇。不要想这个福 buff 了，好吧，我已经内心放弃了。可以考虑换双子，我打算走的是亚龙流，就是这光三宝加上一个加上一个龙宫，再加上一个什么，加上一个亚瑟。摄像头像是对着墙说话。好的，我们先出来一下，我问大家一下，就是说这个悬赏栏，这个要不要等这个50分钟，还是说我直接刷新？我现在应该是有 N 个任务吧，应该可以接好多好多任务，然后我们不断接不断升级，我觉得这个先不等吧，这个12个粉尘无所谓，直接刷新了。哎，不是，现在还不能刷新吗？我想着重新刷新一下，当前赏金任务不需要刷新，然后这个团队任务可以派遣一下。团队任务随便派遣一下。等级高，时光之巅是什么？时光之巅，新副本解锁，哇，这个奖励收集任务，这个一会儿来做。刷新不是这样的，就是
等宣传栏所有做完才能刷新，是不是？然后任务先做一下，发钱发钱。团队任务刷不了 ，OK， 我没有想刷团队任务的。成长礼包，哇，又可以领2700的钻石。刷新值改变任务，哦，这样子。新手礼包就是比较坑的，大家千万不要买这些新手礼包。哎，活动礼包，我看一下，这个是角斗士勋章，750个，163块。我看一下角斗士勋章，角斗士勋章是在哪里兑换？是在商店兑换，商店是在这里，这里有商店。然后角斗士勋章，哎，不是吧？是工会勋章，潜在迷宫，角斗士勋章是打造装备的时候需要吗？好像是角斗士勋章是这里需要的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这些活动是不是现在目前来说最划算的就是这个月礼包了？是不是目前最划算的？比这个手冲翻倍还要划算？这手冲翻倍我们可以先留着 ，OK， 是不是这个是最划算的？活动，哦，活动里。哦，在这儿，这是可以得到，但是去哪儿花呢？角斗士的战利品 ，OK， 这可以兑换想要的英雄，哇，双子是4500，可以兑换4次，月礼包都可以买。这些不划算，如果兑换的话，3000，这些最厉害的就是这两个4500。小羊，哇，那这里是不是咱们就只适合兑换这个恶魔？你看这些我们都有了，对吧？这个恶魔是有魅惑的那个。对，有魅惑的这个，但是魅惑自己前方的所有敌人是他们攻击自己的队友，仅能普通攻击，持续4秒钟。推图换魅魔，对对对，推图这个很顶。这里面应该就是换这个，但是你看我今天没怎么买这个东西啊，这个、都是活动给的，然后我都到了这个，然后这个5天3小时之后会重置，重置之后应该就可以换其他英雄了，获取更多。我们还是继续挑战吧，还得升品质，对，品质得要升好久好久，后期推图给力。没重置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们说你没有重置？没重置，什么东西没有重置？哦，我明白了。你刚才说的是这个角斗士的这个战利品，它5天3小时之后这些就没有了，到时候就想兑换也兑换不了了，所以得要在这实现之前兑换完成。如果到时候刚好差一点，那样的话就可以来这里去购买。等一下，限时商船，哎，就这样的东西到时候就可以买。哇，等一下，这个648直接是3000，相当于是900块钱就直接可以买一个恶魔。OK， 这900块钱直接买一个恶魔应该是很顶的，比这种648要划算多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比我们买这个月礼包还要划算，对不对？应该是这样子。我们这个月礼包也就只能抽个50次，
但是抽到的不一定是很厉害的。火影太良心了，怎么开始讨论火影来了？所以这个东西还是很顶的，很顶的。然后我问大家一下，双子，这里面值得兑换的就是这两个，一个天使，一个恶魔。天使其实可以来的，但是它需要升品质。天使一张紫卡也可以玩到中期，但是后期还是，后期占卜玩恶魔也是。这两个还是有点贵，我们再犹豫犹豫吧。大家和我讲一下这两个英雄怎么样好，好吧？不然我不知道要不要买。OK， 有人告诉我说双子是后期很给力，其实前期也应该可以勉强用一下。然后魅魔的话是前期推图有用，我觉得其实我也双子打工会 boss 和副本，双子百搭，所以要买的话也是买这个双子。双子单子可打工会 boss， 推图上不去。哦，这样子。那魅魔的话就是好在他的那个控制，所以魅魔如果可以的话，最好要搞一张紫色的卡，对不对？就最好是搞一张这个单子可用推图用的。 OK， 就一张68就可以得一个这个，不要了。后期玩到后期会快很多，主要他这个会刷新，你知道吗？这是现实的礼包，质量上来都有用。那大氪是的，我没有打算大氪，因为这个游戏我其实到了最后啊，大家的套路都是一样的，就是你最后玩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套路是最强的，就只有一个套路。OK。大家都是前面可能各有各的不同，比如光三宝、绿三宝，甚至其他的搭配摆出 ，OK。但是到了后面，大家的搭配就越来越一致。最最厉害的可能就是那个，恶魔和半神，再加一个这个商人，这个是最厉害的。前期女恶魔比较推荐，来花68买一个恶魔，好吧？我看一下，这个68好像还是163好像，哎，这个328哦，比这个稍微贵点。其实这两个差不多，我们就只差一点点了，不大氪就不要去碰它。我就拿一个，好吧，拿一个推图用的，推图的话也许会好用很多。我试一下，角斗士战利品还差500，还差500。谢谢您送的辣条。来买一个163吧，163应该是不是那么划算啊，其实也差不多。这个信用卡我刚还完，还了8000-9000块吧。就上次刷神魔入室玩那个游戏的时候，信用卡就刷爆了。钻石礼包哦，特权十级大冒险加了就。来兑换一个这个密魔，没质量大招都开不出来，我就兑换您一个，兑换一个梅西拉，推图专用，好吧？史之巅新等等，然后这里可以开两个，先开一个，啊，这个又是垃圾，你又是搞笑吗？勾个金哦。这个狮子还可以的，这个狮子还可以，布鲁特斯，那布鲁特斯是不是可以升级了？
是能进阶还是不要了？布鲁特斯，我需要更强的对手。好的，布鲁特斯升级完成了。有人说这个可以升级，这个其实是要一个这个，要一个这个就可以了，然后再加一个这个，它就可以升到金加了。其实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升的。141狮子就是骑马真男人，是的，狮子其实是很肉很肉的，可以。这两个我真的觉得不太需要。然后光三宝其实耀光帝国的话，我会有这个光三宝的，所以我打种族大也不需要发愁，所以这两个是可以吃的，我觉得没有问题。我先升级了。Astrida 神话级英雄 ，Astrida 是否消耗？建议不可以升，吃一个吧。好的，史诗，金色的卡。OK， 再来一个。我是侍奉圣光之人，别吃女骑。女骑到底有什么用呢？来，升到金加。这个属性又加了一些。OK， 这种呢？这种女妖也可以升到金，但是暂时没有必要哈，暂时没有必要。哦，这两个，这个米瑞尔又可以升级了，哇，你个变态，又能升级，进化一个吧。让我们来一场华丽的烟火秀吧。哦，这两个米瑞尔可以升到这个紫加了。现在的米瑞尔有一个61级的，啊，但他需要两个，这个不要随便升到金。我记得攻略上说，好像不要随便升到金。升级后外形不改变，好难受啊！外形，我知道你说的意思，就是经常升级的话，像是斗罗，他的一些东西，比如翅膀什么的，他都会变得更漂亮，对吧？我的外援啊，先等等 ，WCW。哇塞 ，WCW， 哇，好多都是我的卡，哇，还有个金色的卡耶，这些稍微加一加属性，我的外援是什么鬼？可以派遣的外援英雄，这个可以派遣给别人，火女士狗粮，可以升金加，啊。升到金加，然后作为这个狗粮是吧？明白的，就是其他金加的英雄在升级可以用作狗粮的，后期三宝可以吃，对，后期才能吃的。来，给卢万换一个装备，这一次可是大生意，解锁61级，然后这个恶魔也可以升到61级，呀，差一丢丢，那来领取一下，呀。穿了一个装备，可惜了，还不够。图鉴的话，梅西拉，如果我推不过去的话，我就要他。然后对于梅西拉这样的英雄，不是经常用，对不对？不是经常用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来，不是，来共鸣水晶这里，把梅西拉换上。这样的话，梅西拉就直接升到59级，就和这里面这五个人等级最低的这个人等级一样了。到时候我。在推图的时候想用它，随时都可以用。哇，我的战斗力怎么是148K？这有毒啊！这有毒。
感觉我现在好强啊！现在一个角色都死不了了，但是我还可以继续升级，然后我想把恶魔升到61级。哇，我现在有6900的粉尘，然后他从9000升到了10000，解锁了一个新的技能，看一下，61级就是，最大生命值增加80%。我靠！但是他会缓慢的失去这个血量。他生命值增加很多，一下就变得很肉了呀。这个梅西拉的话，换一下这个装备。今天已经氪了，应该有5000-6000了。今天预想比我多，主要是今天是有这个每月的月度的礼包，没有想到被这个东西坑了。新兵特训，地垫还没有结束，来吧来吧，我想着继续打一打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的猴子。猴子就可以升到81级了呀！啊，这差一点，可以去打时光之巅了。时光之巅呀，还差1K，等着再打一关。我们先把主线推了吧。现在猴子就可以升级了，他现在是13331，然后这个猴子猴孙就提升了1级，OK，直接加了1500，哇，直接加1500，第一个技能就到了2级，就很棒，差不多能追一追，我感觉差不多，这个第一名他推的关卡比较多，但是人家开加速器的，我没有开，所以有点吃亏，挺吃亏的。哇，这个好悬啊，差一点就没过去。
六杠二十八，哇，这一路上第六章还没到头。哇，这光盾差点死了！这个光盾直接把这个能量回满之后，扛起了他的盾牌，所以他就有一个无敌。猴子100级之后换女妖，OK。换女恶魔还是换女妖呀？呀，这个猴子好艰难呀，好艰难，好艰难。本来前几关的时候还是五个角色全都幸存，就打完之后还能留五个，结果一下子就死掉四个了。这关卡好难呀！你看这个卢修斯，他这个盾牌啊，又能举起来了，他能举起他的盾牌就能免伤，基本上就能打过。他如果举不起他的盾牌，就惨了，就是换女妖。对，100级之后其实可以考虑换女妖，我这女妖已经是底加了。这关卡是漂浮不定，这一关就是五个全都半血以上，就打完之后都是半血以上。哇，这关又有一个这个狮子，好烦人。好的。女妖爆发期是161级，OK，在161级之前就要火女就可以了。这火女其实可以升到金加的，对吧？但是161级不知道哪天就能升到，我觉得我预感我们应该会升得很快。哇，又给一些，哦，又有4700的钻石了。女妖什么垃圾？女妖不垃圾的，女妖有她的这个强势期。哇，这关感觉打不过了，好惨！刚才有人建议说是把猴子换成这女仆，就是光三宝的那个三宝之一女仆，啊，我感觉我打不过了啊！这里被他三打一，三个敌人打我一个猴子，嫌女妖垃圾的都是家里有矿的，女妖其实还行，我们勉强强化一下吧。哎，刚才有个紫色的鞋子哎，刚才有个紫色的鞋子，就这个，我挂机10分钟给个紫色的鞋子还行。61级，先给卢修斯升一下，啊不是，好吧，先给芈月儿升也 OK 的。这芈月儿就是只有3个技能，就是有点不太好的地方就在于这儿。最后再试一次吧。其实不行的话，我们可以试着换一个这个，那个恶魔的女恶魔。我看一下，两个女恶魔是受伤回能加15%。仔细看一下这里，卢修斯死得太快了，还好他这次把这个大招放出来了。如果他这个大招没有放出来，这把又很快就死了。然后这个恶魔已经死掉了。自己看火女的这些东西有多强。是听说比较强，哇，火女，再放一个技能，哇，这次就打赢了，这次就打赢了。这火女她现在其实因为我双人是站在中间的，火女现在就是只能攻击到3个人，猴子放前面，女恶魔放后面。啊，这样子吗？就是女恶魔放在后面，我看一下，女恶魔能够加这个受伤的回能也不错的。猴子放前面，女恶魔放后面。我试一下，我们应该是猴子要留着，这个可以换，让我们一起找点乐子吧。对吧？
魔女可以放前排，别说了。哇，还好这个商人差点就被秒掉了。然后放个技能，这下魅惑了，魅惑了，魅惑了。有时候一个图推好几次，一个前排就过了。胖子先下了，对，胖子先下了，然后换一个这个女恶魔。我刚才这个商人差点就被秒了，他差点连大都没开出来就被秒了。哎，这个女恶魔的血条上面怎么有三个这个紫色的东西？这三个是什么？哦，这里光盾直接就被秒了。然后商人，哇，还好他把大放出来了。然后这里一个魅惑，呀，还是不行，感觉猴子一 v 三，啊，猴子没了。哎，魅惑了一下，但还是不行，来不及。换一下，恶魔放中间，商人宝光盾，商人宝光盾。噩梦可以放中间，哦，这样子，商人宝光盾 ，OK， 这样的话，女恶魔是不是同时能嘲讽好几个前排？这样可以控制全部人吗？这么爽！五个全活着，这把好爽啊！这个女恶魔感觉真的有点东西。我们这个商人放在脚尖上，就是为了保持这个，光盾。这光盾只要不死，这个商人好像就不会死。好像是这样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这猴子怎么一下就被秒掉了？来保一下这个恶魔，好吧。前期别玩光盾，没有用。我觉得这个光盾的这个无敌还是挺给力的。可惜，可惜。女恶魔，女恶魔。可以给光盾和猴子加速。OK， 这个其实没什么可以调的了。哇，这猴子太脆了吧！这猴子感觉他的大永远都放不出来。我可以把这个恶魔和猴子替换一下。我现在主力的输出就是这个猴子的，但是这个猴子吧不争气。我换一个更肉一些的。哇，这个恶魔死的也好快啊！哇，还好这个无敌放出来了。啊，这个恶魔，呀，恶魔死掉了。极限推图，光盾必定开不出大。哇，这里好了，开始难受了。六杠三十二，人家六杠三十五。